好，今日同大家讲分享嘅系一个玩具堂冷知识嘅部分啦，亦都系讲翻一啲关于 Star Wars Black Series 嘅嘢。好啦，你会见到咧，荧光我见到咧就系、是、呢个 Boba Fett， 呢一只系边个 Boba Fett 嚟嘅咧？系啦，就系、是、呢个版本嚟嘅，即系呢个啦，大家认得啦，绿色盒呢个啦，吓、出咗年度啦。咁呢个咧其实 suppose 好正嘅，应该系 Return of Jedi， 应该系后期啲啦。见到头盔咧系好滑，好比较我哋叫阔啲嘅。呢、这個就是我哋比較見得多嘅 Boba Fett 嘅叫真樣啦嚇。咁我記得細個啲玩具七十年代咧 ，Boba Fett 嘅頭盔咧就好似而家呢個咁，直嘅長嘅，死啦！我話大鑊，買翻嚟咪賴嘢咧。我就睇一睇資料，咦真係打橫喎！你睇呢、这個，之前孩之寶都做到咁嘅叫闊面 T 字面都做到，點解呢一刻做唔到嘅呢？咁後尾咧揾到資料，咁相信咧其實我呢個做法咧就其實唔係第一個人做噶啦，佢就教我哋用呢樣嘢，冇錯，風筒，風筒就可以將佢吹翻。其實我都記得係佢應該，所以以為我係夾嗰個吸索夾到扁咗，原來後尾發覺唔係，佢應該係將個頭盔咧都係分件噶嘛，裝落去陣黐嗰陣咧，用咗呢度方法去夾實佢，咁咪變咗窄咗咯。其實佢黐咗膠水之後咧，其實應該係咁樣落。个力就冇事噶啦，咁可能因为惊夹花啲油咯，可能喺呢边落位，我估计啊，所以咧其实好简单方法就可以俾佢变翻一个靓靓仔一个 Boba Fett 噶啦，嚟咯，咦，未插电咩？嗱、啊，我好近吹佢嘅。见到变化，好似弹翻开咯，睇睇，见到，因为吹软咗之后咧，佢溶咗啲可能胶水，溶咗啲胶软咗咧，就回翻形啊，即系话原本个冇出冇去个系阔头盔嚟嘅，大家睇唔睇到分别啊？我见到系弹开咗噶啦，再拧下呢边啦，因为反转嘅，大家睇唔到。嗱，呢个原本就系咁嘅。咁闊面噶嘛，好攞起先，唔好吹爛啲膠。再嚟啦，大家留意啦。嗱，你見到右邊嗰邊冇吹嗰邊咧，係咪直啲嗰條線？原本咧原裝拎出嚟咧，見到漲開始。原本咧嗰、那個咧係向下收嘅，但係頭盔應該係倒嘅梯形，即係三角形嘅。希望吹完之后呢边都会弹翻出嚟，咁当然啦，其实我用小手脚都会再弹啲嘅。嗱，我吹到好热噶咯，咁我闩咗风筒先，我先用手，不过大家小心，因为可能吹到街系好热嘅，会辣亲自己啊。OK， 嗱，见到啦，我将佢揿翻个形出嚟先，同埋咧，将佢离开个罩啊。见唔见到呢？呢度其实佢喺呢个侧边位系可以离开个头嘅，咁会掹得啦咧。我好远呢一刻，好易掹嘅，咁但系唔好玩掹啦，揿翻佢。咁呢段时间咧要整烂佢好易嘅啫，因为远咗咧好易嘅。咁啊，见到头盔其实应该系阔咗，我再吹多阵先，可能要吹两边啊，即系吹埋正面。危险嘅啫，系首先就只手拎开啲，唔好吹到自己干晒或者痛啊！啊，见开始阔啦，已经唔系倒三角啦，就变得直，即系正方形咁啦。其实应该系下边嘅阔度系高啲先系叫正确嘅。为咗唔冇影响到啲，哇几远，哇远到唔整佢搣烂啊！其实咧，通常有时啲 PVC 胶件咧出咗嚟之后，嗰啲形状啊、形态系扭曲咗咧，都系用呢个方式嘅，用热水或者风筒，你唔好搞佢，即系真系自然地吹软咗之后，自动自然地回形。其实反而我觉得有时系啲胶水黐死咗边位。
咁其實而家你見成個頭盔咧已經變翻闊噶啦，又對一對。好啲啦，好过初初啦，系咪？吹多阵先。嗱，佢胶水系黐实咗嘅，就唔系咁喺度甩嘅。但系咧，好明显你见到可以揿翻扁个头盔先啦，系咪？应该系咁噶嘛。好啦，所以咧，今日嘅示范咧，少少冷知识就系话，原来咧用热风或者热水咧，其实可以将一啲变咗形嘅 PVC 胶件系回复翻比较好嘅。有啲人摆落雪柜，其实唔需要噶，佢自动翻自然气，即系收温就 O K 噶啦。咁当然啦，你话我可唔可以将佢喷咗之后咧，即系再改啲形状啊？如果你想改形状咧，即系大家都识玩啦。而嗰阵整到固定咗形，跟住你夹实佢，跟住咪整冻佢咯。我呢个咧，我仲加少少手力咧，再做翻。咁但系而家呢个形状系咪好好多啊？试翻我哋呢、這个。系咪成个横翻阔翻啊？就算佢做唔到好似呢一个咁阔，只有少少倒三角，不过我觉得呢个阔得滞，就跟翻翻幅图啦。呢、这个系咪似翻啲比例？我横到其实佢系阔阔地嘅，即系如果你话佢唔系一个完全嘅长方形嚟嘅，一个其实系打横阔度仲差唔多正方形，我觉得系。咁呢个咧就做得比较好啲啦，咁样影。好，今日讲到呢度，希望都帮到大家，即系唔使话觉得我买咗个唔对版嘅。好啊 ，friend， 呢个纯粹系生产上嗰个过程、组装过程，令到个件件出咗啲情况啦，吓、啊、咁但系咧修复到嘅，佢唔系啤到，佢唔系雕刻错误啊，或者系开模错误，而系佢组装嗰阵个形夹扁咗，唔知呢度两边黐咗胶水，咁咪黐埋咗咯，而家就唔会啦。咁我相信佢原本型都系阔啲嘅，所以吹完之后应该 suppose OK。尤其是嗰中间嗰啲可能有啲冇必要嘅胶水部分咧，佢自己去甩咗出嚟，咁就好多噶啦。有好多咧，咁我唔尝试比较其他牌子，因为其他牌子咧有啲咧嗰个 Wolfie 头盔咧系再阔啲嘅，扁啲。咁而家唉开心晒啦，好，拜拜。OK， 哇，变翻我啦，变翻正式 Boba Fett 啦，拜拜。